现在的玩具第一要到极限了，不许动！哎，他选什么？他选卡玛。不要！妈的，都能吃，太慢了！啊，漏一个！没事，走位 ，OK， 走位。一千三回，我要出电刀，试一下。感觉真的不怎么好用，说实话。哎，我的炮车！哎，这个地方很美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没了，看。猫。时间一直在变化，阴结果由我决定。这个我确实很喜欢。好。不用哦，现在是谁醉了？自己卡自己是也是，别走他的眼上了。好的，我回来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嘿嘿嘿。
哦，没事。爬起来，站稳了，狠狠地打。放大吗？哎呀！嘿嘿，有炮出现我就不看了，掉不掉？下了你，感觉电刀卡杀他多一次。和平，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吸毒犯罪吗？话说，我忘了。哇哇哇，痛痛啊，救救救救救，我操，他伤害这么低，我看你们聊的飞起。你很拽呀，哥们，一个人过来干嘛呢？看，疯了对面。来来来，对，没蓝了。掉到极限了，不许动。喂，还没 W 的，准备好了。哦，姐，不像人了，这 W 也能空。来，牛逼！
现在没有消息，没牌站出来，看看谁是大孝子。好，哥们，你为什么在？我操！什么？敢欺负我队友？什么意思啊？打他个被动！哎，这个呀，哎，我这大屁为什么是反方向的？我操！什么意思啊？确实，没办法，确实不太像正常人，只能说。得以咬出了当年枪击案的幕后主使，此人名叫韩月平，是刘华强的一个小弟，在衡州市。哎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韩服有没有卡杀狗。